千年前，魔王蚩尤率众妖反叛，人界大乱。女魔团三兄联手铸造封神鼎，将蚩尤封印。800年后，盗烧魔掌，截教同剪教因故反目，互相攻伐。通天教主率领众仙闯入昆仑山封神台。仙宫人景去，空庭花鸟飞。芳心香谁尽？无谓是煎熬。几同是真命。醒啦！而家天。